又是新的一周了，又是时候向大家汇报一下上周所发生的情况。上周一个非常有幸有福气的客人，把我们常常拿来亮相、常常来秀了介绍的一台非常非常强力推荐的御用白段请回去了。哪一台呢？ OK， 看了大家应该会非常熟悉，在很多的那个视频当中我们都有强力推荐这一台，就是这一台。 OK， 差不多手掌型。OK， 非常白，朱砂线、乌金线非常非常明显。我们常常拿这台跟哪一台一起出来亮相呢？就是这一位。OK， 其实应该是好像兄弟 piece 这样子，应该在这边接出来的。好，两个特征非常明显，白朱砂线、乌金线，把御用白段放在指定的角落，能够望贵人，能够一白遮三丑，能够把争执转化成胜利。所以如果你也想在2017年望你的文武贵人 OK 在不同的场合能够取得胜利的话，那台被有福气的客人请走了，这台还在我的手上 OK， 所以要强，真的是强力推荐，可以把这个放在家里磨一下你的朱砂 OK。 那上个礼拜还有什么事情呢？也就是上个星期云大师开始亲手制作你的正偏财包，在哪里呢？就在云龙子旺财极品翡翠馆水上河这里 OK。 你现在过来你会看到在灵山法会，在这个金刚有余大发炉前面突然间多了两个庞大的断溪净水砚台，上面包了红色的一坨东西 OK。 这边的就是当天我在拍，有把它拍下来哦，就是这个是正财包的内容，主要是沉香粉、沉香精华，包括奇楠等等。OK， 这边就是檀香的偏财包的，当你拿回去的时候，会是这个样子。OK， 这是它的内容。OK， 你拿回去的时候闻，非常香。OK， 如果你要 test 那个味道到底有多香的话，你如果你现在来馆，来极品馆的话，因为当天云大师做经验比较特别，他是用。这是 raw 的檀香哦，raw 沉香，它是用这个沉香片去搅拌均匀那个正偏财包的内容，所以这里还遗留了一些正偏财包，这个正财包的痕迹啊，闻，非常香，非常非常香，就会是这样啊。那这个正偏财包你挂在指定的地方，望一年 ，OK。12月过后就不能再用了。有些客人讲说，有没有一些比较持久的办法可以医治旺正财的啊？那就是好像从这样子的哦原料，你可以有这样子的念珠，沉香念珠，这个也是跟大家介绍过，也有很多客人已经把它选走了。OK， 这个把它挂在我们指定的地方。OK， 要不然就是像这样子的沉香的吊坠牌，你把它戴在身上，或者是把它挂在指定的地方。一样可以取得旺流年正财的效果，真的很香。OK， 像这个的，我听到大师讲说，像这样子那个 stirrer， 他昨天拿这个来搅拌，我们可能过了年之后，可能会看有没有办法切开，那时候可以变成沉香牌，或者有幸的话可以变成珠子，有点难看来，那可能沉香牌是可以。当时到那个时候，它雕成什么，会跟大家汇报一下。OK， 那下周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已经会是新年了，所以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2017年一定要大旺特旺。